my channel。咁介绍两款同数学概念有关嘅游戏俾大家。呢个游戏叫做 Count Plates， 佢咧系教我哋加减乘同埋除，但系乘同埋除我都仲未知道啊，所以咧就好适合小学生玩嘅。我哋读开啦。咁呢盒咧就俾咗一啲卡啦，我哋咧有呢啲数粒同埋两个盘。Count Plate 呢个游戏里边，除咗可以见到加、减、乘、除之外，仲会见到代表大同埋细嘅符号，例如八大过五，又或者四细过七。好啦，我哋开始讲下加数，分别有横式同埋直式嘅方法。我哋首先抽一张加数嘅数卡，我就抽到五加四，就放五同埋四嘅数粒。咁答案系几多呢？冇错啦，答案就系九。你亦都可以挑战其他数字卡噶，又或者出条题目俾自己。今次就会用直式去计四十八加二十七。先记个位数，八加七系等于十五嘅，因为大过十，所以进一去十位。之后再将十位数字相加系几多啊？就系七啦。所以四十八加二十七就等于七十五啦。跟住我哋就试下计减数，抽一张减数嘅数卡，今次就抽到八减五，将八同埋五放入去黄色嗰边。今次答案是几多啊？就是三啦。今次咧就会用直式去计七十三减二十六。个位数方面呢，因为三减唔到六，所以要向十位数嘅七借一。依家个位数可以睇成十三减六，即系等于七。之后就再将十位数嘅六同埋二相减，得出四。所以七十三减二十六就系等于四十七啦。呢个游戏咧有两个数字盘嘅，你可以同屋企人啊朋友一起玩嘅，睇下边个计数计得快啲。跟住我会讲学乘数嘅转盘，转盘嘅外围已经有一至九嘅数目字喺度。当你转动内圈嘅时候，你可以喺开窿嘅位置找出两个数字相乘的答案，一一如一，一二如二，一三如三，一四如四，一五如五，一六如六，一七如七，一八如八，一九如九，一十如十。现在到二了，二一如二，二二如四，二三如六，二四如八，二五得一十，二六一十二，二七一十四，二八一十六，二九一十八，二乘十得二十。八乘七系几多啊？转下个盘就知道系五十六啦。又或者五乘六呢，就系三十啦。如果你喜欢我拍其他游戏的话，记得留言讲给我听啊，同埋 subscribe， 揿个 like， 个 share， 同埋个 long long 啊，拜拜。